皮特跟悠悠现在已经分手了，我想这个配方表他是一定拿不到了，但是我有。 赵总，您只需要给我一个位置，他就是您的了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你要辞职？没错，我马上就是兰真的副总了。婉婉，我很遗憾。你不用遗憾，每个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权利。 不管你怎么看，我会一直朝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，不会放弃的。有进取心是好事，但更重要的是看清方向。如果你爬到了梯子的顶端，却发现已错了墙，你到时候你怎么办？有时候人不应该想这么多的。谁能保证自己能在顶端待一辈子呢？既然爬上去了，就应该好好享受风景。至于对错。 就留给底下抬头仰望的人去说。没想到你还是选了另外一条路，在你看来是捷径，但实际上你绕得更远了。就像 Peter， 其实我一直希望你能够像刘瑞、像吉哲那样。徐总，我们不说这个了，人各有志，你看不惯我，我能理解。就像当初我刚进迪欧的时候，我也看不惯你，你仗着自己学历高。 家庭好，能力强，做什么都高高在上，都那么骄傲。就连对我的好，也像是在施舍。可兜兜转转，我发现，其实你也不容易。你付出那么多，那么辛苦，可到头来你又得到了什么？也许在你眼里，赵天成、于曼妮都不是好人，但对我来说。 他们是贵人，是他们提携了我，给了我今天拥有的一切。所以人呐，可以看不惯别人，但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。你确实是成长了，也更适合职场了。这对你而言或许是好事，可是作为你曾经的上司、朋友，我反而觉得很难过。 可能是我最近比较容易多愁善感吧，我反而更怀念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曲婉婉。以后的路你好好走，做你认为是对的事情，千万别再被别人利用。徐总，这句话，你我共勉。 作为曾经的朋友、同事，我也奉劝你一句：有些话不要说得太满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走我这条路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。刘瑞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说到底，你也是靠许诺。 没有许诺，你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，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三道四？还有，吉哲是我故意让给你的，就凭你一个女汉子，你觉得你争得过我吗？别理他，别理他，真的是不要脸啊！走吧，起来。 这是我还给你的。姐，你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小吉，你是全上海对我最好的人，也是唯一真心对我的人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。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，我一定帮你。如果。 许弯弯，我告诉你，当初跟你在街边吃饭的时候，我真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你做到了。
你得到你想要的了，我恭喜你。但是说起帮忙，就不必了。你记得吗？你当初指着一栋楼，你说那就是你想要的。你看那边有那么多亮着灯的窗户，能不能有一个是我的家？一扇在上海的明亮的窗，是只属于你和你爱的人的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做早餐，叫老公起床。我现在有了，是只属于我和刘蕊的。所以不管发生任何事儿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我们也会互相扶持，我们也会一起度过，用不着你费心。老板，帮我来一个，油豆腐，一个海带，一个方便面，谢谢。赵总，您只需要给我一个位置，那么他就是您的了。小茂，赵总，把这个 U 盘尽快交给依莲，让依莲按照里头的配料表尽快生产出产品来。赵总。依莲小姐说了，光有配料表不够，还得有样品。徐小姐，你听见我秘书说的，光有配料表是不够的，还得要有样品。这件事情我就帮不到您了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许诺。我当你说谁呢？许诺，你当我是个傻子？赵总，您别着急呀。据我所知，在三年前，许诺把兰珍的配方给了沈志泽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世间哪有不透风的墙啊？只要想知道的事情，怎么会查不到呢？你们兰珍也有几个嘴巴不严的。可是我跟狄欧已经签了协议了，对许诺没有威胁呀。这对许诺没威胁，对其他人有啊。